列 be 句型有特点，主语放在 be 后面，单数与不可数用 is， 复数全部都用 are， 同时也是近视眼，就近原则，记心间，变否定 be 后 not， 变疑问 be 提前。来看具体的题目，第一题 There's some water on the ground。 Water 它是一个不可数名词，单数与不可数我们用 is。 第二题 There's some toy cars in the box。 Toy cars 玩具小汽车，它是可数名词，复数全部都用 are， 这里是复数的形式，所以呢我们用的是 are， 可数名词的复数形式。第三题，同时也是近视眼，就近原则，记心间，这里的 be 动词取决于离它近的这个词， a book 它是单数的形式，所以 be 动词我们应该用 is， 看近的而不看远的。 two pencils 就是离 be 动词远的，我们不看。再来看到第四题， There is a cat under the chair， 改为否定句，变否定 be 后 not， 也就是在 be 动词的后面加 not 就可以了，所以整一句话就变为 There isn't a cat， 后面的不变， under the chair 写下来就可以了。再来看到第五题， There are some bikes over there， 改为疑问句，变疑问be 提前，把 be 动词提到 there 的前面，就变为 are there some， 用于肯定句，否定疑问换 any bikes over there， 后面的不变，再来一个问号就可以了。